雄联盟。汤姆的死亡就要降临了。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上那把那个狗头嘲讽我，就是做的这个动作，然后就被我的剑魔终极，各种越塔上。我这把来给这个鳄鱼做下这个动作，怎么说，兄弟们？你会被他？那我决定了，我要做这个动作。你是真打不过，真打不过。但是我就是要，我就是要给他做这个动作。点什么意义呀、啊？多难进。账单剑圣宝贝。哎呀，更他妈离谱呀！感觉重任的。见面就你砍你三下，让你知道什么叫痛苦。心疼就多来看看直播呀，学技术。烦恼之物们，最好不要沉睡。哇，你们好凶啊，戴面具的。有什么好凶啊？我打个野鸭打把打死了。有些事必须一直掩埋。还行，他把兵线推过来了，不亏这波。必须 TP 回家，不回家就斩杀线了。两分半只 TP 数，这他妈不 TP 直接斩杀线，你们知道吗？帮不了你啊，有点弱，我被艾克打野。你小心，艾克去上了，他去打河蟹了。其实剑圣挺好杀的。还他妈要给抓，是最烦的有招吗？就没有破晓。我度过了许多岁月。慢慢来，宝贝。我死了。降落没刷。OK。哇，我不被抓，这剑圣绝对打不过我。这艾克他妈逼这波抓的很致命。是无用且垂死的星辰。没办法，我这英雄前面太弱势了。不是，这波线卡住了。跟我说了这是没用啊，他妈兵线出去了呀。快走，兄弟，别死。我挺会玩的呀，小老弟。哎呀，这把下路是最好抓的。
上路你来，妈上路随便杀呀！这上路他妈剑神不是来一次死一次，他只要一压线，我给他个 W， 他怎么跑？我问你，他上路不好抓。别来了，别来了，你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不想不想你了。我说上路最好抓。哎，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他！艾克，留不了能耐吗？剑士推线他妈一来就死，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六哥来了，打不过呀？怎么他妈这怎么打得过呀，兄弟？你妈！不管你该走。四该走，这波拖大了，透。哇，上路怎么刚了一波，怎么下路这么弱？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不朽。哎呀，没给他敲死，这必有个回血。小心啊你们，我他妈没救出来，我操，剑圣来了。为了恩赐，我没 TP 这波，生气了，真的吗？我刚上线这剑圣就去了。这种局面最好玩。哎呀，还出不了忍者巨符，真的想反馈。我要杀的剑圣，他没到，他没到。嗯，不知道就剑圣这把没了。打个红，打个红，放下。很快，这儿就什么都不会剩。你要等他打我一套，你再出来，不然他能直接秒你，知道吗？恐怖游戏，还好老子相位猛虫，真的。紧急拉扯，
剑客这么喜欢支援的吗？巨喜欢支援，他上路直接不来了。嗯，有点麻烦。那我给你发育机会。我操！真的，像威猛冲，你他妈真的好烦！这剑圣一直来救援，抓他的猫尾。这把雪妈厉害，雪妈难打。这鳄鱼也肥的一批，还打断了我回城，这波终极，砰砰砰砰。这波回了就烈烈，不能回，不能让他吃塔皮。抓紧发育，烦恼之物们最好在墓穴中沉睡。没事，我基本上无敌了。知道躺平还是我现在能把这剑圣的屁股给他翻开来打，你知道吗？八个头，八十个头都没，八十个头我就死了。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中路可以打。你等我一下。天空是无用其死的星辰。剑圣这么喜欢支援吗？还带着点火。这剑圣快废了，九级。
后我要拖着别开，他们是最难受的，你知道吗？裂开，被电刃一个 Q 全杀了。这个辅助的二真的反应，这他妈就很尴尬了呀！你妈四打五，对面你妈逼一个没死，月塔给我们全杀了，哇，这好难办呀！队友都想偷了，这也太难了呀！不是血太少了，这艾克他妈大都没交。有这个东西，游戏灵魂注定要燃烧。剑圣不会这么难处理吧？这个他妈这这么老六的吗？这个鞭！这鱼还有点肥的。这也太难玩了。操，这也太难了。哇，怎么这么难呀？我接受不了。这人还有个需要专门的肉，不是这个英雄他妈的他去杀这种兵你知道吗？杀这种什么2-8、1-11、6的太好杀了。哎呀，他这英雄收割能力强，他来砍我，你妈我开个大就妈乱敲他，我操，他收割能力太强，他去砍这些奥利奥脆脆杀你妈一刀一个小朋友。你妈老子玩个狗头叠 Q 的时间都没有，好烦。妈的，他爷都没有。得等他妈兄弟们出点装备。哇，我不能去带，我死了就直接就结束了。我要初恋打正面的装备，直接干他妈个血手。要顶住那一波。大龙有踢，我现在不一定打得过剑圣，他14个头了，我可能打不过他了。他能免疫我这个东西。属瑞玛的时代尚未到。哎，是耶。让他们开龙吧，利用蓝区跟他们打一波，然后我还能拆他们塔，恶心他们一下。
有眼吗？先把鳄鱼烧了，先把鳄鱼烧了。拉不了。剑圣，你妈，你跟我装是吧？不能追，不能。别走。哦，关键他们不止他妈这圣圣能打，这他妈艾克也贼烦。哎，弄！后面这个女的结束了。他抢到了，没抢到没有戏。刷钱吗？你刷钱刷个信号我就给你了。就在难玩呀，将会被女神守住塔就好。呀，这三兄弟别死了，求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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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快走，快走！打吧，刘哥。要有控制才行，没控制。圣圣来了！哦，对对吧，走一下吧。来个眼。得回被耗残了，这艾克也他妈消耗也烦，你知道吗？这艾克也打不死，然后在那儿皮砍子的皮。有些事必须一直掩埋。不能出魔杠，不能出魔杠，出魔杠正面顶不住，女警也他妈人头多。八个头，只能这把。我跟你们说，两件衣服，一件防寒服，一件羽绒服，只能穿一件，知道吧？干！艾克死了，干！别跑呀！这个宇宙波普在，推推推推，还可以这样数啊！这永恩虽然线上咋他妈打团能开大、啊，还是感觉难推。
这人就一塌糊涂。我操，打不过。快走！哇，这女警的伤害扛不住了呀！呀，这皮层女警，不是这皮层女警，就是这皮层女警。我的皮层女警伤害怎么这么高呀？不行，这最后一件要出现终极肉装，这个魔抗吧。什么样的肉装最变态？想一想，就这个吧，我感觉。顶一波的，就这个。石像鬼石板甲，终极大盾。好你妈捆你先神你连妈喂男爵大龙大龙还有艾克在这里下去他上去了捆先神了捆先神捆先生成二他要回来了捆先生敲击有啊这性质就变了呀！这性质就变了呀！塔防游戏了呀！刚 TP， 你刚 TP 小兵的，我踢个十二 B 的小兵，踢小兵也守不住呀！你妈真当我他妈九头六 B 是吧？哎，别出去浪呀，你们！哎，我说你。捆先生，奈斯呀，疯！艾克偷家，艾克偷家，收。没追下艾克。我操！我这一波他妈的上头了，这个傻逼不追，还有虚弱的，这怎么办？我感觉我们这局游戏。要被偷家一个毁于谬言帮水龙 buff 我你知道我现在肉成什么了吗我叫肉锤你知道吗但你想打到你我想个办法我想一下怎么处理，我有了。好，在这里帮我，等会儿在这里帮我续个眼，这里没眼了，你最好在这里帮我续点真眼。我知道。
我TP 留着，他等会儿偷家我就 TP 回来守一下，看能不能守。可以要偷家。你们开，你们开，我来守鳄鱼。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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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管他，你们别去，你们别去，你们别去，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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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家，我来。我 TP 了，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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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呀，别走，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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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算了，别别别别，好尴尬呀，过去是你妈爆个一人没了，永远都不会停息。又让他们把兵线推过来，我就是抓小偷。我们上路兵线是出去的，不用管，我们把兵线往外带吧，确保一下这里没有人，他们没有人压过来，鳄鱼在上路。来吧，这边箭头回了，我们可以打这一波。我再往这边靠，我再往这边靠。哇，大招 CD 他们又跑了，我要去杀鳄鱼了。你们稳住！妈的，哎，布莱克那有 bug。没有黑暗，就没有破晓。他死了。算了算了，被风震太厉害了，可恶。哎呀，永恩空大了，我们就没有进场技能了。他们辅助开始恶心了。这波能打？这波打不了，这波打不了，我没大，这波打不了，真打。我有大，不好打，我没大，他妈很难打，你信我。但还是得去，还是得去。他们去大楼，他们去大楼，他们去大楼了。我知道，还是得去。艾克，艾克，艾克，刘哥，你得有一个人守，你们去守。差点输了，差零点五秒。生与死之间，
你一个人能把那个单掉，你得找下一个，你才来一个，不然他就折返。他没有角度，我看着，我盯着他一切可以折返的路径。他们能打吗？快去快去！你把远古龙打了呀，六哥。那你跟我来，你跟我来。我再过来。拉出来，六哥。我知道，等会儿拉出来。我现在大招能打伤害。拉出来。快坐家里。没事，有男爵。远古龙，他们在打远古龙呢。去啊！快去啊！打完了已经。哦。报告鱼！我们远古龙，你们去报告鱼，我去推中路线，推完就直接一波。OK。来，快！中路有线，中路有线。60秒。快！挨个15秒，他偷不了家，除非剑圣偷家。快，剑圣在下了，速度。来了，我可以接了。再靠。我怕剑圣去偷家。剑圣一定去偷家了，一定去了。我会啊，没有，一波，剑圣没有去偷家，快！来了。等，把这个炮车，我直接开大，来，我顶。好难呀！我操，这把确实挺难。这个是真的难，我操。